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必成正觉第七的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今天我们从下一段经文开始，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师长说到这个四句呢，实实在在讲的是阿弥陀佛大愿的中心，48愿就是从这四句展开的。这个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这个是持名念佛的殊胜呢，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俱来那就是三根普被凡圣全收。而且这个是易行道。比其他法门都容易他力派果教门有阿弥陀佛48愿加持而且这一句佛号呢，是阿弥陀佛的果地觉拿到我们因地修所以即修即果老实持名了。全摄佛德佛果地上的功德成智德了。这是黄念老的法语那具足信愿呢，决定往生正无生往生就是阿惟越致菩萨了，记录的是无生法忍的境界了。那师长老人家提到了，当然老人家讲到每一句都会结合到现实来，佛法就是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佛法管用像经文当中立名无量寿那成佛名号是什么呢？无量寿佛梵文叫阿弥陀佛，所以祖师翻译的时候翻成中文的意思。无量寿佛，一切功德当中寿命是第一德，先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那这个名号说实在话很有摄受力，佛法里头名词要是世间法来说佛法叫摄受力，世间法叫很有诱惑力就是很有吸引力为什么呢？你看哪一个人不想长寿？所以这个无量寿很有诱惑力量，就吸引的力量。
哦，那老和尚从这里啊，哎，马上结合到啊，当前弘法的因缘，哦，提到了啊，在美国建道场，哦，哎，第一天开放，茶点招待街坊邻居，啊，要弘法，要把这一方的人际关系啊，人和处好啊。那外国人来到我们的道场那有基督徒啊，有天主教徒，而因为我们道场建立的形式啊，不是中国寺院的样子，是美国的建筑。啊，那这个就是强调啊，哎，本土化了。啊，本土是什么情况啊？啊，跟他们的建筑一样，他感觉比较亲切。哦，一看啊，东方建筑啊，感觉哎，这是其他国度来的文化了。哦，佛教里面的精神呢，我们要掌握住啊，本土化。现代化，我们不掌握这两个原则啊，可能弘法的效果啊就不尽理想啊，有可能不尽理想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反思到是自己没有守住啊佛法的啊这些精神啊，反而可能还把责任呢推到哎呀，现在众生一禅体。没有善根，哦，所以有时候总结啊，不一定能总结到问题的根本上面。哦，当然，我们老祖先教导我们啊，这也是老和尚讲经说的，最佩服老祖宗的。八个字啊，啊，最佩服孔老夫子也是八个字啊，佩服老祖宗八个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老汉讲经也说了，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啊，当然，我们不要听这一句，要着在社会大众啊，不是指我们家的人啊，就啊，其实就是得不到任何人的谅解，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哦，昨天跟一个女士哦，她学净土宗啊，也学得很拼命，很愿意拜佛，很愿意念佛啊。不说不用功啊，但是用功啊，我们要文法，不然那个用功啊，都会照自己的方式用功。哦，这但力行哦，看起来很拼命，不学文啊，不学文，我们延伸开来，不听经闻法啊，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的根系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这两个根性啊，比较不会变啊。我们处在中间的位置啊，哎，除非把理搞得很明白了，不然啊，什么时候掺杂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不知道。哎，就会任己见呢，昧理真呢。哦，所以老和尚讲经有说啊，佛法的功夫是什么？放下。啊，下莲居老居士对六度的开解啊，在《自警录》里面呢，提到以调伏习气为精进。哦，所以昨天这一位
老太太，刚好我跟他们谈话啊，因为这3天呢，又在我们福隆弥陀村呢，办我们晋中这些第一线的老师来教三根呢，教认识佛教教无量寿经这些一系列的课程了凡四训。所以他们很多孩子，从5、6岁到学会来了，一学学了十几年，这一次义工里面呢，有不少是这些孩子，他们长大了，来护持，这个课程了，他们是属于，春天还没过完。或者夏天刚开始了，所以充满青春洋溢的气息啊。那一个课程当中或者法会当中你都看不到年轻人这我们要慎重了。培养年轻的红护人才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道场呢，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承先启后就像老和尚讲的，一个弘法的人大家不要一听弘法的人，那跟我护法没关系了这个分别心不能常常提起来其实你以此类推了。不是弘法的人，护法也一样。老和尚是讲，弘法的人，假如没有传人呢，这一生成就等于零。老和尚讲的挺重的同样的，假如护法工作，我们没有做了，我们不在了。哇，没有办法运作了。那这个对一方的因缘呢，就相当相当可惜了。所以老和尚这句话，我们记在心里就感觉该做的事好多啊。没有时间浪费了。没有时间花没有意义的这个视频我个人对手机没有成见因为它只是一个工具你善用它，它可以变成一个小秘书。甚至于它可以显示一点小神通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直接跟万里之外的亲戚朋友视频大家觉得这样可以这几天都讲了几句英文叫 face to face 这面对面因为我今年即将面临可能要考雅思所以不能临阵磨枪现在就要多练习。这个常常跟人家说考试没有越考越简单的自己最近越来越觉得，从受戒出来之后工作强度达到21年新高而且有继续攀升的迹象 所以真的，考试假如越考越简单了，那这个可能就不在修行的状态 可能就在堕落的状况了已经这个
魔王都不想考你了，就是这个人不可能有成就，那老天爷也不考你了啊，才会越考越简单啊，不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应该越考越难才对了。那不越考越难，这个潜力怎么激发出来啊？佛法怎么练出来？越用越灵活。啊，越用越得力呀，啊！哎，那个也是要练的啊。哦，立事练心呢。哦，所以老和尚这些啊，跟弘护有关的话，我们真正放在心上，觉得太多事要做了。哦，你看，我们老和尚啊，从十大愿王倒归极乐。专弘、专修、专弘，净土，尤其是专弘这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晚年都给我们表演，完整讲了4次了，第5次没有讲圆满，那圆满的每一次大约1200个小时呢。那我们弟子要乘船呢，这个也随喜董老师这个很多这个欧洲的同修都很欢喜每个礼拜都可以听了董老师复讲了他们都很期待因为把老和尚的讲清浓缩这也不简单，重点都不能漏还要浓缩，所以大家听了很欢喜呀、可能这个听2个小时这个董老师可能要花20个小时、40个小时来给大家讲这2个小时，那我们弟子有责任这个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我们都要发心来讲，或者来护，那老和尚有说要把《无量寿经》解，要看10遍你对这一部经就能深入那你每天都要看呢。都要安排时间哦，你看老和尚交代的重要的话，你放心上了，哪有1分1秒去浪费啊？所以我们现在还会浪费，代表什么？没把老和尚的话完全放在心上，这个志啊，以失志为己志的志还不够坚定。我们得检查，现在会浪费时间，原因出在哪？你不找出原因来，怎么改善呢？一定要以失智为己智啊！大家想一想，往生就做佛做佛那么容易啊，都不愿意跟老和尚。同志相能往生吗？话就只能讲到这了啊！我再讲一句就有人不服气了，是吧？真的像你说的吗？只能点到为止了。要做佛那孝亲尊师。那一定是要扎了根的啦！我们的自信的德能呢，智慧就是从孝亲尊师开发的，这是地藏菩萨的表法，心地宝藏。老和尚讲经都是和盘托出。
他一生修学的心得。他晚年特别常讲的，他这一生的成就啊，念念不离孝亲尊师，其实也是念念不离菩提心，因为念父母恩呢，念本师恩呢，念师长恩呢。哦，你看《老和尚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这是老师传给我的，全世界的人不弘扬，我一定弘扬的。我不弘扬，我就背时叛道了。感觉到老和尚是全力以赴啊，在弘这一部经啊。念念不离孝亲尊师。念念不离菩提心，这是修行的重点哦。印光祖师说，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哦。当我们菩提心不在的时候，这个修行就会乱掉喽。甚至会兵败如山倒哦。你看主帅不见了，军队大乱了。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引了《华严经》的教诲啊，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忘失，不是没发哦。是名魔业。哦，所以行安大师说，忘失善恶啊，忘掉菩提心了，发了之后忘掉了。还修成魔业，况未发乎啊？何况还没有发啊？哦，所以我们要念念不离菩提心哦，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呢，去下功夫佛家有一个词啊，转烦恼为菩提。一转就是菩提心了，就是转念。我们自己回想回想，这个礼拜，我们2礼拜见一次啊，这2个礼拜有没有什么时候啊，胸口闷闷的，心情不是很好？这2礼拜有没有这样？你们也不点头，也不摇头啊，是在练禅定吧？哦，当然已经很感谢大家把镜头打开因为看到大家的微笑我会比较有灵感。那我们假如有。心情不好啊，请问大家有没有忘词菩提心？哎呦，那会磨业哦，所以这些话我们用心体会啊，不能走马看花。我们现在修学啊，尤其我们所处的时代啊，太功利了，自己无形当中受影响。功利会造成人怎么样？急功近利，就心会很浮躁。浮躁啊，要把老和尚的经教纳在心里啊，不容易。而且浮躁啊，也很不容易去领悟，去很好的去思维，因为你要正思维，要心静啊，定啊，你看定静安虑，你要思虑，
还有思维，哎，德，有所得啊，哎，每一次思考事情，都能得到什么？得到，哎，如何提升自己的方法，如何利益别人的善巧方便。大家有没有感觉？哎，自己现在，哎，一思考事情，哎，就有这些灵感出现。哎，还是一思考事情，哎，觉得很烦躁，哎，这些都要关照老和尚开示啊，知止就是止于西方极乐世界，那知止而后有定啊，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啊，这个心呢、啊？这个沉静下来，安定下来，安而后能虑啊。那止于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很快就是西方国里人了。那现在这些事情解决不了，不要强求啊。哦，不要牵挂啊。哦，不能坏了。往生作佛的大事哎，人家不听你讲，缘分还不到，你也不能强求啊。佛菩萨很有耐性啊，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我们就太急了，急就上火了，就生烦恼了。啊，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好，我们来体会这一句哈。我们做道德学问，第一个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哎，我们浮躁之气定了没有？假如第一个功夫没有做到，还有第二、第三功夫吗？哦，这个建房子一层第一楼不建，我就是要直接建二三啊！啊，我好像看过这个动画故事啊，这个佛顶故事啊，就直接建三，底下是空的啊，只有四根柱子啊，结果爬到三楼啊，好累啊，才坐一下。突然，那个房子就晃啊晃啊，就倒下来了。你看，敬业三福，你没有第一福，哪来的第二福啊？第二福，受持三规，三规是皈依、自性、觉正、净啊。哎，我们能随顺自性了，不随顺烦恼啊。哎，一个人孝亲尊师都做不到，他可以随顺性德啊。对，你没有第一福就没有第二福了。哦，最近突然有一个灵感哦，这个大学啊，《中庸》啊，开篇就“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能佛菩萨加持。突然有一个灵感，哎，这不就是讲敬业三福吗？看天命之谓性啊，我们的本性啊，你看三福发菩提心，真心啊，这个率性之谓道，哎，率是依循啊，顺着自性啊，你看受持三规。是不是就是皈依自性张家大师有时候那个火车票你上了火车了，那个火车票就没有离开你自己了到达到终点了就成佛了，那个票还在票一不在，人家请自己下车了。
你没有皈依自性，觉正净了，那就不在道中了，就是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了，是名魔业了。哦，那修道之谓教，你看我们要教化了，教化自己，教化别人，从那里开始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哦，哎，这些经典呢，儒释道经典呢，确实都有它相通，理同处于一源呢，道并行而不悖。所以我们现在要静下心来啊，你就会觉得每一句呀。都会给你内心有震动，然后你会重视它，因为内心没有震动啊，可能听一听就过去了，不会下功夫。我们有没有？好，我觉得我的心啊，还是很浮躁，哎，我要对治它，哎，84000法门都是对治习气的哦，布施。对治钱贪，持戒对治恶业，啊，忍辱对治嗔恚。我们现在念着这六度啊，我们得问问自己呀、啊，贪心少了没有？嗔恚心少了没有？假如没有啊，那我们学佛还是当知识学的，背得很熟啊。都念得出来，可是假如是用心了，哎，我有药呢，我怎么可以不吃啊？这法药啊，赶紧吃了，那脾气应该越来越小了，那越来越大，铁定没吃药了。精进对治懈怠，哎，我们有没有？用精进来突破懈怠的禅定对治散乱，心很烦乱的时候，有没有赶紧坐下来？哎，先念念佛，才能对治这个散乱呢。啊，念的时候。外不着相，不要再去想这个六尘境界了。哦，不要再想刚刚发生的什么事了，也不要再担忧未来了，把这些妄念止住。外不着相是禅，内不动心，内不要动情绪。哦，把专注点在字句分明，妄想千般皆不管。一声佛号要分明，妄想是假的，妄就是不是真的。我们把它当真，它在障碍我们。我们认贼作子了，那烦恼贼呀、啊，妄想就是烦恼贼了。哎，字句一分明啊，正念现前，这些妄念就污染不上了。啊，禅定对治善乱，般若对治愚痴啊，愚痴，感情用事不理智了。啊，在境界当中，啊，以理择情，以理智调伏情势。哎，经典就是理智的啊，在境界当中，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啊，不随顺烦恼习气的，啊，我也常常劝，这个有家庭的人，啊，不要常常去操心子孙的事情，你操心。
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对自己呢，身心受损，而且更重要的，浪费宝贵的时光。哇，你看1个小时能念多少声佛？我们在那里干操心。哎，你想清楚了，理智的，不能在那里操任何人的心。啊，应该念佛祝福他。啊，或者有善巧方便，哎，怎么去护念他？不能乱操心。好，所以都要用心领悟啊。那就会感觉这些经句都是要下功夫的。好，祥德浮躁之际定啊，浮躁就是习气呀，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夏莲老说的，以调伏习气为精进。那刚刚讲到啊，这个有一个。啊，这个老太太，她说，这个，她是哭着跟我说啊，说，哎呀，为什么我学佛那么多障碍啊？啊，我要到佛堂来，我先生都不让我来，啊，我要听经啊，我女儿也给我按掉，哦，感觉她。好像很多烦恼，觉得很多障碍，啊，后来进一步跟他聊了，他是啊，先生觉得他来太多天了，并没有说不让他来，所以他等于是说让先生生烦恼了，可是他就觉得是先生障碍他。你看，有时候真的，我们在对一件事情下结论的时候啊，往往什么，站在自己的角度，不能体恤对方的感受，站在自己角度啊，会增长什么？增长我执啊。学佛的功夫是放下哦，在一切境界放下我执。假如他不能设身处地家里人的感受，他还形容到啊，我想做的事，谁阻止我我一定对他不客气的。哇，这个老太太长得很壮啊！哦，这是她的个性啊。但现在学佛了还是这样，所以她家里的人会觉得她学佛改变了吗？她可能这个比较刚强的个性啊，换对象了，学了佛之后更刚强了。谁拦住我，就是阻止我成佛啊！见一个杀一个，哦，所以这个佛法是内学啊！哎呀，我觉得明明是来提醒我们，我们该调整自己呀、啊。我们都把它想成，通通是我的障碍。所以障碍不在外面呐、啊。外面，世事无碍，障碍在我们的念头，有分别，有执着了。啊，这个我们在课程常常跟大家分享到，可能大家都听烦了啊。重点是有烦的感觉，要赶快转。嗯，啊，这个。
禅的法师应该不是啰嗦型的人，那这样就会转念了。为什么讲这么多次？是不是我们还没用出来？那用出来就不用讲了。哦，没有用出来，那还是要提醒啊，印象深刻啊。哦，那我们有没有用出来啊？看不看得出来？用得出来就世事无碍了。用得出来就觉得，哎，所有境界都来成就自己的了。那脸上一定没有愁、忧愁的那种气氛，脸上一定呢比较放光，好，我看大家脸上还是带一点忧愁，所以我们还是再唠叨两句啊，你看。佛陀做忍辱仙人啊，你说割力王能障碍他吗？你看老和尚每一次境界的提升，不都是世间觉得苍天啊晴天霹雳的事儿？那老和尚有被障碍吗？这古人留了一句话，很有味道：竹密不防流水过。你那个竹子啊。绑在一起再密，哎，流水还是过去了。山高岂碍白云飞啊？山高，是不是障碍啊？哎，人家白云不执着啊，哎，飘过去了啊，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啊。这个《无量寿经》我们要用上了。我们不能遇到一个人或事就卡在那里了。所以这个修行啊，放下是功夫啊，尤其放下个性就像我们要弘法了，我们不放下执着啊，我们就会有一个。固着的想法，佛教的建筑叫宫殿式的，那这个本土化，因为我们有执着了，我们就很难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事情了。若心有住，有执着点，即是非住，一有执着啊。我们就不是住在真心了。你一有执着啊，佛这些教诲啊，不相应了，也不一定能领会，就更难是依教去奉行了。那我们看老和尚不执着，老和尚在力行了。佛的本土化、现代化，所以道场，美国的建筑，结果，这客人来了，看到我们供养的佛像，就问了，你们供养的是什么佛啊？问我们修什么法门呢？因为在美国，这个确实啊，在欧美社会禅宗、密宗啊去得早，在美国很盛行老和尚听到他们问这个问题就告诉翻译的同修。说你不要跟他们讲净土，他不懂，你越讲啊越麻烦，
我们要费多很多口舌啊，还是搞不清楚，这没有意义。我说啊，你跟他讲，我们学的这个法门呢，叫阿弥陀佛法门。啊，他就这样翻译。哎，他问了，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阿弥陀佛有三个意思。第一是长寿，第二是快乐，第三是智慧。我来看，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你看，老和尚看到这个经文呢，就联系到弘法来了。哎，这是我们的学处哦，啊！哎，这些经教都能运用到弘护正法上面来。哦，而且这一段呢，我们的学处在哪？老和尚能感受到对方的程度、接受度。理解度，我们要不要培养这种能力？我们有没有感觉，在跟人讲话的时候讲半天，对方脸上的表情听不懂，然后我们还很不高兴，我跟你讲那么久了，你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简单吧？当别人听不懂我们讲的话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提醒自己啊，比较不能设身处地他的理解，他的程度，哎，这种能实时感受对方的能力要学呀，这个能力啊，不难学，同体大悲是我们本有的。我们把我执放得越淡呢，越能感受对方的心，感受对方的状态。那不是一举两得吗？放下自我了，然后不造轮回因了，我只是轮回因了。那。哎，老和尚这个也是表演，哎，现代化。你讲佛经呢，没有定法，你要讲的让现代人能理解、能接受。你讲的太高了，他体会不到了。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当使其可从啊，哎，你一讲，他很容易接受，啊，他也愿意做，啊，像老和尚讲的，哎，阿弥陀佛三个意思，第一个长寿，第二个快乐，第三个智慧。你说哪一个人不想长寿？啊，你们有见过哪一个人说，啊，我想短命一点？哎，我想痛苦一点，哦，或者我想愚痴一点，就我看是应该是没有了哈，哦。这都是人欢喜的、追求的。哦，哎，我们这个法门就是学长寿、快乐、智慧。啊，当然了，哦，我们自己也要越健康长寿啊。哦啊，再来自己要展现快乐啊！你不能，哦，跟对方讲的时候，我们这个阿弥陀佛就是学快乐。我看看，他可能下次就不来了啊。哦，哎，智慧，哎，那来是学智慧啊？哎，他提出什么问题？你都能给他提供很适合他的方法，
哎，他就感受到智慧了。有佛法就有办法，都能解决的。啊，我也曾经跟大家说，佛法无边呐，没有边，所以可以用在一切处啊。啊，承德有提过这个菩萨四德啊，可以处理任何问题。啊，有没有同修你遇到问题用这菩萨四德处理不了？啊，有处理不了，你们要告诉我呢，因为这句话我说出去了，我得负因果责任啊。假如有处理不了了，那我讲错了，啊，我得剁狐狸身了啊。你看，讲错了哦，你们要给我提出来啊，不能让我剁狐狸身啊！哦，当然实在的，我们也是对佛法很有信心的。真的可以解决，但是啊，得要用得得力啊。啊，不是说你第一次用，啊，就得心应手，哦，就解决得很顺畅。因为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的心行跟这四个原则不能完全相应，可能效果就打折扣了。所以得练哦，立誓练心，越练越得力哦。啊，诸位仁者。大家最近练这个菩萨似的，练的有没有心得？哦，大家要陷入沉思当中啊！哎，佛法管用啊，我们得常常拿起来练哦，拿起来用哦。这样才能佛法变成我们的生活，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那个佛法是佛法，生活还是生活，就打成两截了。我们就入不了不二法门啊！哇，那一天啊，分享48愿，哦，那我是。啊，除非说有事情了，或者很累了，啊，不然都希望啊，讲完之后啊，因为现在有时候有30个人到摄影棚来了，还有一次到50人呢，当然摄影棚挤不下了啊，他们在摄影棚旁边会议室，那讲完之后啊。都希望跟他们交流一下，因为不知道他这1个半小时听下来，理解多少，有没有听的过程，啊，有疑问的，都可以现场提出来探讨。哦，他不问呢，他就带着这个疑惑了。他可能那个请教的因缘也就过去了，所以什么事都有时节因缘。那大家想一想，1个半小时里面呢，讲了多少义理啊？都没有提出问题，代表1个半小时通通。啊，消化吸收了，啊，都融会不然应该当下提出问题来啊。心有疑，随杂记，救人问，求却意啊。啊，承德是有这个习惯啊，我这刚好有这个福报，进老和尚的摄影棚听经了。2个小时结束，
当然哦，这个时候面对境界要清楚啊。老和尚才刚讲了2个小时，你都没有让他休息，马上就凑上去问问题啊，这个啊就太不懂事了哈。哦，哎，讲完，你看坐了2个小时啊，那护法很会考虑啊。哎，老和尚赶快散步。哎，从3楼下到2楼啊，那个会议室里面啊，我们就陪着老杨散步啊。哦，哎，过了啊十几分钟、20分钟了，哎，再请教，哎，请教刚刚的内容，所以学习啊，不能打包啊，常常打包啊，最后我看都发霉了。没有问了，那刚好这3天啊是教师培训呢，那这三教师培训1年1次哦，来了100多个人啊，我见到他们，我说诸位同道啊，大家这1年呢，有没有什么很有感悟的，要跟大家分享没有？马上一片宁静。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呢？那我们要不要修法布施？修因才能得果啊！好，大家都很安静了。好，我再问，有没有人想问我问题的？啊，又一片宁静了。哎，1年才见一次呢，哇，那就2个情况了，要不他真的没有问题啊，要不什么，没有问问题的习惯，那我们都讲给学生说，心有疑义随杂技，救人问求却意，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啊。我们讲这每一个京剧的时候，摄受力强吗？哎，每一句我们照着做了，讲起来侃侃而谈，现身说法。哦，那。啊，刚好这一阵子啊，大家啊在摄影棚听完了，出来都跟他们交流一下，哎，结果就递上来一个问题了，啊，其实他是问了，啊，他遇到这个问题，他这么去处理，这么去讲话，妥不妥？他是希望我给他一些回馈啊，什么问题呢？啊，他的女儿啊，有个朋友啊，18岁，啊，怀孕了，而且这个女孩呢，是参加过有佛学社的。结果他呢，啊，就跟这个女孩讲了，你太不自爱了，你都学佛了还这样。哦，我说啊，事情已经发生了哦，先表达关心协助啊，不要先指责，调剂人情，你要先让他感觉你的关爱。哦，而不是指正批评。哦，你看知所先后啊，这言语的先后次序还是很重要的。他感觉到你的关爱了，你帮他在解决问题了，之后你再给他提的东西啊，他会放在心上的。啊，昨天晚上，
啊，跟一条龙的啊这些老师们，我也有提这一个事例啊。你看，时间因缘多重要。他幼儿园、小学、初中，这老师假如没有把他的德行根基扎下去，有可能他18岁也会有这种情况哦。那你说对他的人生来讲影响多大？好，那请问这个问题能解决吗？有没有可能我们身边就亲戚朋友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能给予中肯的建议吗？哎，其实我们现在亲戚朋友的苦，我们能体会吗？啊，《无量寿经》这一句“芸芸众生，视若自己呀”呀。哎，亲戚朋友离我们这么近呢，他们遇到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好像也没有很积极的去帮助他们。代表我们不够慈悲哦，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法哦，慈悲为本哦。我们那个只顾自己的习惯，其实在学佛里面还是一直在作用哦。可是极乐世界是恶尘种不生哦，只顾自己解脱的人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哦，都是发菩提心哦。哦，昨天我问老师们，请问你们亲戚朋友当中啊，有没有睡眠障碍的？哎，一天没有睡着哦，大家有曾经有这个经验没有啊？隔天呢，那个脑子轰轰轰的，很胀啊。2天呢，1个礼拜没睡好了。哎，那有睡眠障碍，半年、1年了，我还遇过更长的了。我一听那个就心痛了。自己也有曾经一段时间睡眠，这个心肾不交了，肠急透支。所以啊，这个表法很重要啊。哦，我也得悠着点呢，这个个性太逞强了。学佛是改个性哦，我也是一直在劝自己啊，这些性格啊，要转变了。因为现在很多数字调查，有睡眠障碍的可能2、3成了，不在少数了。我也问他们，大家有没有听过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哎，大家都听过了。请问我们听了老和尚讲这一句，我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哎，这一句现况，老和尚说出来了。我们现在在末法。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我们听完这一句，不会没有思维吧？哎，我们要思维啊，我要显正破邪，才能给社会大众看到什么是正法。那我们的团体就变得有使命感了啊，所以这一句话听完是有动力的啊。不会听完就完啦。再来，我们亲戚朋友当中有没有已经被邪师误导的呢？那他已经被误导了，结果我袖手旁观，你说他不会听我的，那你有帮他念佛回向吗？哎，我们都要对自己的心态
看得更深入清楚哦。啊，他不会听我的，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的预设立场呢？啊，要利益众生，有没有毫无保留、奋不顾身？啊，尽全力。哎，这个都要看得懂自己的念头啊！啊，我也劝过一些同修啊，你把你亲戚呀、啊、有缘的时候带来，我们一起见个面嘛。哎呀，他们不会接受的，他们没有善根的啊。他跟我够熟，我说到底是你没善根，还是人家没善根呢、啊？就是。就对人常容易产生过去的一种固着的看法、成见，这也是一种习惯哦。修行人呢、啊，应该是不把以前的事放在心上，过去勿留之，未来勿将也。哦，而且你跟他们的缘。不见得是我跟他们的缘啊，有时候可能我跟他们的缘好啊，你不要因为你自己在那里预设，都不促成这些缘呢。其实我的感觉啊，我们利众的心不够切呀。好，纵使你的亲戚朋友。现在没有人落到邪思里面，可是他们建立正确的判断力没有啊？你看一句话，老和尚一讲，我们应该有很多思维啊，才对哦。我们不能变得麻木呢。我感觉听老和尚每一句，都会产生一些共鸣啊。哦，你看我们现在听老和尚，有没有感受到他老人家心的善巧，都能去体恤现在人的接受度。老和尚讲经啊，每一段话都是他的心呐、啊，我们能体会到，就学到他的心法了。啊，愿意效法啊。我们就越来越相信他，老人，越来越像他老人家了。当然，对他的法就越来越相信了，因为你用上了，啊，用了，哎呦，真管用啊！哦，你看，都给人家善巧方便。哦，你看，因为他们星期天要上教堂，哎，你们星期六到佛堂来。啊，哎，跟他上教堂啊，不冲突，这样把外国人呢接引过来。啊，我们有一位悟灵法师，他是美国人，啊，他有讲很多老和尚讲过的内容啊，他附讲，留了不少英文资料。哎，这个我们有不懂中文的啊，这些因缘也可以拿悟灵法师这些去供养他。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哦，有可能哎，总在遇缘不同啊，他要有缘分把他的善根调动出来。哦，就像这个。我自己呀、啊，相信了有人早一点给我讲佛法，我7岁的时候给我讲啊，我就接受了。哎，我有这个信心，可是我到了20几岁才遇到老和尚啊。哦，你看我小时候啊，爬树抓那个金龟子，假如当时候。
就有一个出家法师慈眉善目，啊，摸摸我的头啊，给我讲几个故事啊，啊，讲那个啊，有一个小沙弥啊，寿命到了，什么7天以后，他师傅看出来了，让他回家去啊，这样可以在家里走了。哎，第八天又来了。哦，结果这个师傅啊，已经正果了啊，他入定一看，哦，原来在回家的路上啊，用袈裟救了一窝蚂蚁呀，寿命延长了。哦，我假如7岁听到这个，我一定生欢喜心的吧？是吧？哦，那他进一步劝我啊，我可能就不去玩那些昆虫了，这样我也不用挨这一刀了。你看，从树上掉下来，啊，差不多1公分长，幸好没有切到血管。这个是什么？有佛菩萨祖先在保佑我，都可以印证的啊。你看，切这么长的，刚好都没有切到动脉。所以这个老和尚这些经教啊，我们静下心来，每一句都有味道啊，有法味啊，都是我们要用心去领悟的，哦，不能囫囵吞枣啊。那老和尚接着提了，众生闻此号，闻呢包含信。啊，还包括欢喜，哦，你闻了之后很欢喜，啊，相信不怀疑，哦，相信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哇，那就很欢喜了哦。相信呢，这个法门是易行道，当然这个易啊是比其他法门容易哦，不能误解成。轻轻松松就往生了。哦，没有一个人成佛，没有经过磨练的，没有遇到磨难的，不可能的。而这个意啊，确实，印光祖师讲，比下一辈子。当人都容易，大家去感受感受，下一辈子当人呢、十善要做多少分呢、哦，要60-70分以上吧，还要五常哦，仁义礼智信啊。往生呢，信愿持名，真正相信。不怀疑，发愿要求生，愿意念佛，有没有比下辈子当人还容易啊？这么难得的因缘法门呢、啊？信愿行三资粮掌握住了，就能往生哦。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啊，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你真正发愿呢、那就是想着佛菩萨了。子若忆母，如母忆子，母子一生不相为缘啊，跟佛菩萨没有分开啦。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怎么忍心看我们在六道受苦呢？今天真的放下万缘了，想求生呢？阿弥陀佛，哪有不来接的？啊，便就今朝成佛去，乐邦化主以贤持啊！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心呢？黄金臂，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为爱。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哦，大家现在有没有感觉白毫光啊？古今不昧啊！好，这个啊，闻呢，就是在信要欢喜，相信哦，又欢喜，这样才会发愿修学，发愿求生。哎，俱来我刹中，通通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包含三恶道的众生。夜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哦，所以阿弥陀佛是大施主啊，普遍的欢迎，真的是无遮大会，平等的大会，没有选择，谁愿意来，都欢欢喜喜接受，平等得度的法门呢。哎，你看老和尚讲到，俱来我刹中啊，这感受到阿弥陀佛平等广度，哎，马上又结合到当下啊的弘法上来了，当下道场的运作上来了，哎，马上赞叹了啊！看我们居士领早餐、晚餐、中餐平等施舍。肯定赞叹。哦，那当然，我们听的人也是想想，哎，我自己有没有平等供养他人？哎，我们的团体，哎，是不是也能平等啊，在财施法施当中，哦，去利益众生？好像我们在汉学院服务啊，那我们也要思考啊。哎，学生进来有奖学金的，啊，有助学金的，有自费的，哎，无量寿经清净平等觉，哦，那你在这个教学的境缘，你要清净。对学生一无所求，才清净得了。哦，第二，平等，你不能分别啊。哦，所以无量寿经在哪里啊？无量寿经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就在我们的团体当中。你今天孩子有三五个。哦，我现在接触到的做胎教的孩子的家庭哦，都生四个我很高兴。为什么？他那个缘好啊，嗯，那感召来的孩子可能都带使命的，哎，都离不开感召哦。那你有三四个小孩子了，你不能偏心哦，你要平等哦。哎，不然孩子之间会造成心理障碍哦。他一觉得妈妈偏心了，他以后很难相信别人哦。好，所以这个经题呀，我们得用在生活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中啊，那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啊！每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佛的身相啊，完全相同
啊，32相，80种好。这个我们又想起，48愿当中这一愿了啊，这学到阿弥陀佛，考虑周到。我们教育当中啊，《礼记学记》讲，禁于未发之谓预，叫预防法。他能考虑到不要让比方说不要让孩子产生这些坏的习气。一个人能护念自己啊，不要再产生恶哦。这个是正情了，未生恶，令不生。这个考虑就很可贵了。你看阿弥陀佛怎么考虑的？到了极乐世界，长相不一样，长得比较好的，傲慢心起来了；长得差一点的，自卑心起来了。你看到极乐世界来生这些，先不是生烦恼了吗？所以48愿也是学习阿弥陀佛怎么考虑事情啊，考虑周到哦，是吗？你看还考虑一些度众的心比较切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就他那个度众的心比较强的，那没关系，来见完我，马上好，你回去吧，然后就加持了。披弘四海，教化一切有情，揭发信心。修菩提心，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回到他方世界，不用怕阿弥陀佛加持，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有没有考虑到悲心比较切的？哦，有一些，哎呀，这个众生好苦啊，我不大忍心离开他们。看到这一愿，还是去这样去稳当一点。见了阿弥陀佛，马上咻回来。你悲心很切哦。有时候度众生定力不够啊，被众生度走了就很危险了。哦，去见了阿弥陀佛，上保险了，万事 OK 了。哦，所以做事还是稳妥好啊。好，哦，所以我们，一个家庭的家长，一个代班的老师，一个团体的领导者。也都要能有这种敏锐度啊！我们这一个做法，会不会造成大家心不平，造成大家延伸出很多烦恼？你不要等烦恼起来了，再来调整哦，要考虑在前哦，沙盘推演，不要。想到什么，一做，好像有流弊，又收回来，再改。你常常改啊，人家不容易建立信任。考虑周到了，就像阿弥陀佛，你看48愿，考虑周到了就不会延伸出这些攀比的烦恼所以人经历人生许多事情考虑是越来越周到，越来越深，越来越远了。则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这个是顺着上面下来的。这个是讲往生的人哦。你看，如佛金色身呢，妙相悉圆满，也能以大悲心呢，
利益诸群品。啊，这个品就是类别，哦，那就是九法界的众生，他都愿意去利益了。哦，所以老和尚这里开解了，每个往生的人也像佛一样。啊，佛大慈大悲，每个去往生的人呢，心愿心行都像佛，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易经都说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哎，同磁场的人呢，哎，他会聚在一起哦。啊，我们要去跟阿弥陀佛相聚呀、啊。我们的心跟他一定有几分相应才行啊！哦，所以老和尚这里接着说了，我们要在经典里面认真去体会、去学习，我们要学大悲心。大乘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哦，而且这个大悲的这个大字啊，就是平等。啊，平等慈悲，平等普度。啊，这个大悲慈悲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平等的心行呢？啊，平等的心行慈悲，就叫。大慈大悲，那老和尚也顺着提到了慈悲了，延伸到啊，众生也有慈悲，这个慈悲啊，就是世间人讲的爱心，但世间人的慈悲是爱缘慈悲，啊，喜欢他了才对他。慈悲，替他想，不喜欢呢，不理他，甚至还跟他对立了，这叫爱缘慈悲，这爱真心哦。而且这种爱哦，很会变化哦。哎，爱了，结果对方不顺我们意了，爱会一下变成恨哦。那老和尚这里也顺便提到了，这个佛家把这个名词啊换了一个叫慈悲，不叫爱心。为什么不用爱心？因为爱这个字啊，实实在在讲，害死啊好多好多众生。为什么？情执。感情很深的情爱，所以经上说啊，爱不重，不生娑婆。啊，换句话说啊，你要不是有很重的爱心呢，你不会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怎么来的？是爱来的。你看十二因缘里面，爱取就是想去占有。啊，取了之后，哎，我觉得是我的，有了，那你就留恋在这个世间轮回好，那当然这一段呢，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的这个爱呀，要情爱要越放越淡。前面也跟大家提到几次了啊，再提一次啊，看看我们练得怎么样啊？刘树云老师说的，我心里不装人啊，我们这2个礼拜心里有没有常常冒爱恨情仇装人爱真多啊，我心里不装饰。装饰是非多，
我心里不装物，装物贪恋多。我心里只装阿弥陀佛。哎，有没有感觉这2个礼拜人事物比较放得下？哦，所以这些好的法语，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了，是我们的因缘福报啊。哎，但是也要解行相应啊，才得利益了。啊，其实这一段呢，老和尚真的分析得很透彻啊。所以，我们这29集呀，讲到今天是第几集啊？哦，感觉老和尚这些开示哦，不能划过去啊，对自己、对众生呢，都有大利益。他分析得很透彻啊，实在讲啊，世间人的爱呀，是感情的。佛法里头讲这个爱是理性的，啊，不是感情的，啊，实实在在说啊，慈悲是真爱，慈悲是真爱哦，大家醒过来没有？所以要跟谁谈爱情？要跟有慈悲的人谈爱情啊。哦，那就是跟佛菩萨谈爱情，长情大爱，跟他同心同德，啊，法界逍遥游，是吧？跟着阿弥陀佛度众生。哎，我们这样轮回啊，就是这个情爱放不下了。啊，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慈悲是真爱啊，不能尽搞，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啊，跟佛菩萨不会哦，佛菩萨随时能理解你，他同体大悲，你一想到他了。你虽然很伤心啊，你一想到他，他那个佛光就一直照着你，你就身意柔软，垢灭善生，所有疾苦莫不休止。怕的是你不念他，你烦恼一个接一个，他那个光加持不上。不然他随时能理解你的。哦，所以我们佛弟子，假如真的觉得没人理解我啊，到佛菩萨面前好好哭一场啊，因为憋也不行啊，要疏通，抒发也是必要的啊。世间人的那个爱啊，是假爱。虚情假意呀！哦，你看那男女爱的不得了，结婚了，过了2天又离婚了，打官司了，那不是假的吗？那哪里是真的？这假的靠不住啊，所以这慈悲才是靠得住，理性的，不是感情的。不会变的。哎，我们听这一段话啊，要用中恕之道听哈。理智的是不会变的哦，谁先不要变？自己哦。哦，不要讲到这里了。你看我们那个太没良心了，虚情假意啊，哇，这听出问题来了啊。中恕之道啊，不是听了之后去看别人，去要求别人了。世间人这个感情会变的，千变万化，靠不住。
靠不住，你又要去靠，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不是人家害你的，是你自己执着了，没有看清楚了，去求一个求不到的东西，那怎么可以怪别人呢？我们学佛的人头脑比较冷静一点，啊，他说喜欢你啊，点点头，不会相信，为什么？知道那是假的，所以千万不要上，不要当真，你要当真了，你就吃亏上当了。接下来这一段很精彩啊，老和尚说了，就是他自己本人。他也不知道他那个心呐、啊。今天喜欢，过两天就讨厌，他不晓得。他自己对自己都把握不住，他也不是故意的。你不要说他了，说我们吧。学佛我们也学了20多年了哈，我学了20多年了，我这心还是把握不住，常常变心。哦，啊，护念这个同修了，啊，护念那么多年，哎呀，怎么这么不受教呢？你看我开始变心了啊，好，哦，所以他欺骗别人呢，不能怪他。他连自己都欺骗了，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啊。哦，所以慈悲是真爱，永远不会变的。哦，所以佛菩萨靠得住啊，世间人不可靠。所以我们要学佛，你不能去靠别人，靠到阿弥陀佛啊。通声靠岛啊，佛号不要间断了。你还没往生以前呢，你就有智慧解决问题了。因为你靠岛阿弥陀佛，你这个佛号不间断了，你很快的就烦恼就清了，智慧就长了。说实在的，我们眼前。问题真能解决呀、你真念佛了，佛菩萨一加持你，你就能去解决问题了。可是我们得真老实念佛啊！老和尚常常以海鲜老和尚比喻给我们听啊，你看人家老实念了、哎，可能25岁功夫成片了。啊，30岁是一心不乱的，啊，40岁理一心不乱的，诸位同修啊，老和尚算给谁看的？哦，我们不了解老和尚的用意，老和尚怎么又来了？哦，还把这一段按快转跳过去了，啊，因为听太多遍了。那就不善听了，不善学了。哎，你听经是每一次都听到老和尚的良苦用心了，哪可以跳，听得觉得怎么又讲这一段呢？你真的体会到老和尚的心啊，你每听一次啊，你就感动一次了。好，哦，所以这个啊，老和尚从这个谈慈悲啊，延伸到啊，让我们来认识自己啊，认识他人。那当然，出家毕竟属于少数啊，都还是大部分的学佛的年轻人呢。他也是要走入婚姻的，
那当然，那就像黄念老，他也强调，哎，这个婚姻好啊，对你的修学有大帮助了，所以你选择对象就很关键了，要能见合同解的，要能呢。懂得，哎，有真心，我要慢慢的恢复我的真心，而不是自己虚情假意，越来越严重，自己不知道了。里面就提出来了，这个要是明白人、明理的人，宁可跟明白人打架，不跟糊涂人说话。跟糊涂人说话怎么说？鸡同鸭讲啊，第二呢，要良善，常常能替人着想。当然，这个良善里面，首先呢，百善孝为先再来诚实，不会欺骗，还有作风正派，做人很正派，当然不会，也不会乱搞啊。男女关系啊，承德现在觉得我们现在太浮躁了，当然大家听这一段我都结婚了，法师还讲这一段，你结婚了，你下一代结婚没有啊？你的孙子结婚没有啊？你看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连听经都挺自私的。是吧？我结婚了，就，那你子孙呢？那别人还没结婚呢，你都不想听一听护念他们了？我都感觉听老和尚讲，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每一句话对我对众生都有大利益。不会觉得讲这一段不重要。这个看人呢，要看得深入。所以《论语》里面有一段呢，我感觉挺重要的。你看子张问孔子，读书人怎样可以算是达呢？孔子很会教学他反问学生，你觉得什么是达呢？他说：“在邦必稳，在家必稳。在邦是在国家，大家都知道他这个人很有名望。在家，在家族里面呢，也很有名声啊。孔子说：‘你这个叫文，就是有明文，不是通达。’”直直而好义，直直就真诚。你看柔和直直摄深度，好义这个人很讲信讲道义，很热心去帮助别人，察言而观色，他很能观察别人的状况，进而去护念。律以下人，他很谦退。他言语是谦退的，我观察学传统文化的人呢，一开口啊，首先赞叹自己几句，你要不逊己长啊，孔子接下来说了，夫文也者，古人是陶明啊。长明啊，不求名的。可是往往我们学圣教啊，因为以前就很喜欢名，很好这个面子，学了佛自己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反而在修学圣教当中增长
孔子说：“色取人而行为，色就是他外在的这个表现，就要装得跟仁德的人一样，但是内心的状况是自私的。”于禁一公啊，18岁就考上秀才哦。可是你看他47岁的时候，他还觉得自己很有道德哦。他觉得哦，文昌社那些规条他都有奉行哦，老天爷对他不公平哦，写上去，写书文上去。给老天爷抗议哦，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心念哦，抑恶太重啊，他看不到啊，专务虚名，都是做表面给人家看，他看不到自欺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呢，都是在功利享乐的环境里面成长，他自己也不知不觉。重视外表，没有太深入关照自己的心念，所以装得很有仁德，啊，内心不是这样，可是他又深信自己是有仁德的，居之不疑。那因为他做出来给人家看呢，一般的人看不出来。甚至还会赞叹他，哦，只要看得深入的人呢，才看得出来。看人不简单哦，不是短时间哦。假如你今天真的是要找对象，或者替你子女找对象，替孙子找对象，哦，那孔子这段话哦，值得你去观察哦。哎，不要太激动啊！看一个人不简单哦，哦，而且你还要看他对上对下，都对没有地位的人，他是什么态度？他是真的是直直很真诚，他应该是勿阐附、勿骄平、勿厌恶、勿喜形。你看看他的老朋友有多少？不会太多的。你重义的人呢、啊，老朋友才多啊。哦，好，哦，那当然，啊，找了好的对象啊，成立佛化家庭。黄老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哦。这个人生，对于学佛的来讲，最大的幸福啊，儿女学佛啊，啊，为什么？你修了一辈子，最后你老了，最关键的时候，你儿女不学佛，哦，那是栽跟头，怎么办啊？哦，所以你现在找志同道合的。你就成立佛化家庭了，那你的孩子，他从小很自然，潜移默化了。哇，这样的人生路啊，稳妥啊！好，这个黄老有提醒到啊，哦，这个对于这个。讨人喜欢呢，献殷勤啊，讲话很伶俐、很聪明的，最好小心一点哦。这些特质啊，往往跟本来提的明白、良善、诚实、正派啊，不是很相应啊。巧言令色，鲜矣仁。
哦，这个利益诸群品啊，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也像佛一样，念念要利益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从六道轮回里头醒悟过来。啊，这个要紧。常有这个心，有这个意念呢，这是心得。我们的心念啊，都是仁义道德。你常存这个心啊，当然有这个心呢，就有那个行啊。接下来两个就是行德了啊，离欲生正念。敬慧修犯恨，哎，你给众生好的示范呢，这个就是在利益他了。啊，这个我们时间也快到了啊。今天我们交流的内容啊。啊，有没有疑问的？哦，或者你有延伸出其他思考的？哦，像上一次我们提到，若要佛不离口，先须诸不离手。啊，像我们董老师提的问题很好啊。啊，你看这个就是听的时候延伸出来，客观的情况，实际的情况。哎，有时候你提出来了，就帮。相似情况的人问了，所以大家假如心里有疑，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是不是只有我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可能有同样问题的人呢。首先啊，我们先讲这个冰淇淋啊，哎。做梦啊，也是道场啊！你说何处是道场啊？哎，真的处处是道场啊！做梦也是提醒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甚至于是什么小时候所思啊，几十年之后还会梦啊！因为都在种子里面了，阿赖耶识的种子了。所以为什么要一向专念？你不知道阿赖耶识里面哪些种子会冒出来啊？在最关键的时候，啊，比方说这个净坤临终了啊，哎，结果冰淇淋出现了，是那他下辈子就是开冰淇淋店了啊。到时候我还得去买冰淇淋吃啊，再继续跟他再续前缘是吧？哎，好，哎，我自己修学也有感觉，比方说呢，啊，十几岁前，啊，比方说喜欢看这个电影啊，很喜欢看的，一片接着一片啊！后来学佛了，哇，那个出发心很勇猛啊！这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了。哎，后面啊，有点退转的时候，想啊，看一下吧。哎，你一看呢？一发不可收拾哦！看这个，可能是20年前、30年前的那个习惯了。可是它在你阿赖耶识里面呢、你一启动它它会一直往上面冒哦。所以我们一向专念呢，就扶住这些种子哦。哦，你现在所起的都是佛号啊，所以任何时候跳出来了就是阿弥陀佛了，把他们都盖住了，不要让他们起来了。
哦，所以这个方法的善巧，我们要体会得到啊。好，那再来呢？这个静坤啊，吃冰淇淋太多啊，体质会寒哦啊，要好好调理调理啊。你是有家庭的人，有家庭的责任哦，包含啊要啊有下一代的话，首先这个夫妻双方呢，这个身体要调好啊，这个求子山药啊。你应该拜读过印祖的求子山药吧？有了哈，哎，这个都很重要哦。你这些都考虑在内了，哦，那感召来的一定是有怨的孩子啊。我们既然是行菩萨道了，那就是佛化家庭，不给自己找麻烦啊。你再去感召一个来给你讨债的。你不是自己找麻烦？你看看我们现在精进修行了，有时候时间都觉得不够了，哦，所以都要理智啊，去面对自己的因缘哈。我最近也遇到年轻的女孩，那个生理期来的时候都痛得爬不起来，一了解。都是喜欢吃冰，哦，他那个子宫啊都太寒了，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啊，哦，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哦。那修行人是改个性哦，这个改习惯哦，所以何处是道场？吃东西就是道场。提起应该吃的，还是想吃的？应该吃的是理智哦，想吃的呢，贪欲。哦，你看什么时候是道场修行啊？六根接触六尘就是道场了。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哦。哦，所以这个。这五种欲望慢慢调啊，这个讲到离欲生正念哦，首先就谈五欲了啊，我们下次就是从五欲开始谈起了哦，再来你提到哦，这个海贤老和尚说要做和尚啊，先当婆娘婆娘就是。照顾人很细心啊，无微不至啊！啊，因为出家是荷担如来家业呀，啊，那和如来家业弘法利生呢，要利益众生呢。我们看看老和尚常提的啊，释迦牟尼佛经典里面有没有记载哪一天放假？没有啊，那没有一天放假，那就全心利益众生了。哦，所以这个我们披这个啊袈裟啊，出家人三衣一钵啊，这个是佛传给我们的东西呀。那这个披的，假如不能一心为众生了。那就是名不副实了，那就要折这个福报喽。哦，当然，啊，佛法不能着相啊。啊，出家，老和尚说有四种出家啊，身出，心也出。啊，像我们在家人，心出，身不出。哎，心是出世的心，哎，但是是在家庭的缘，在家里面行菩萨道，啊，自己的家庭给社会大众做榜样，那功德无量，转《华严经》，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老和尚说的，学释迦牟尼佛，没有说出家人才能学哦。这个是对我们所有出家在家弟子讲的哦。啊，学释迦牟尼佛一生，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为什么佛菩萨安排？啊，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啊。因为我的智慧还很浅呢，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哎，今天我们有缘啊，回到祖国大陆弘扬中华文化，请问大家从哪一个城市开始啊？你们会想到海口吧？我看不可能吧。全中国那么多城市啊，啊，文化悠久的城市那么多，怎么是海口？所以我从这里也感觉，佛菩萨安排好，因为佛菩萨的智慧可以纵观全局的因缘，因为很多大都市啊已经先入为主接受了，就是读经就好了，小朋友跟着念呢，就能教好了。哎，后来这个提出这个理论的人群呢，跑去请教老和尚，因为出现情况了。啊，这些孩子能读能背啊，瞧不起父母，瞧不起老师了，去问老和尚了。哦，所以大家已经接受了，哦，而且人家那些都是教授们提倡的，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理科毕业生啊，你说去跟人家啊站同一个擂台，铁定掉下来是吧？哦，所以佛菩萨看，哎，这个地方啊，全中国的城市啊，就剩这个地方啊，还没开始，而且告诉大家，是箭已经拉满弓要射出去了。我到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哦，后来转成第一堂课讲什么？如何落实德行教育？这是老和尚指定的。哎，所以啊，诸位同修啊，要早发心啊！你看这么重要的因缘，假如没有我们弟子们去承担，可能这个因缘就过去了。哦，所以老和尚晚年常常说八个字啊，“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自利利他的因缘都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哦，你看《无量寿经》说：“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呢？欲何待乎啊？机不可失哦！你现在身体好，勇猛精进啊，业障消除啊。”你晚年身体会好哦。现在不精进，晚年业障现前，想精进没体力了，受病苦了，差很多哦。好，那其实啊，我们。真正感觉到啊，全心全意为众生的时候啊，那是一种享受啊，那不辛苦。啊，我们呢，没有去做做看呢、啊。哎，光在那里想，哎，应该很累吧？你在那里想的时候，你反而就去在做的时候就打折扣去了。其实人呢、啊，苦苦在哪？这个我执起来的时候辛苦啊，我执都不起来的时候啊，很舒服啊。虽然身体确实是累啊，哎，可是呢，哦，你眯个10分钟，
哎，缓过来了，哎，精神很容易恢复吧？嗯，哦，我们说理得心安，我们明白了轮回的因是我执，我们就很愿意啊，念念为众生想，要帮我放下我执啊，所以不止。不会觉得辛苦啊，感恩众生给我这个机会呀、啊。哦，那这个刚刚啊，金坤也提到啊，他应该是在观察我啊，所以我呢要更谨慎啊，他观察我啊，没有住啊。我是有助，没看，没让他看出来，好吧？可能啊，看到这个同学你在那里很认真的讲了，他可能不是很专心，那静坤观察我，我还是继续讲没有受影响，我是呢。内心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因为你见到那个境界，一接触，你可能会受一点影响了。哦，那你是让这个影响继续发酵，还是让这个影响止住？哦，那这个时候佛号就很好用了。哦，当然我们。要很警觉自己的状态，哎，感觉自己心有动了，赶快念念佛，哎，那还是这个很专注的去做法供养，因为有人认真听啊，那你又何必去挂碍这个呢？哦，所以我们等于是在教学当中啊，也是练我们放下这个得失尽力去讲就好了你不能说不尽力讲哦，那这个是要检讨的地方了。我们尽力讲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去做就好了。哦，而且在做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修自己了。在这里面慢慢放下得失心，还要放下高兴哦，讲着讲着，好像学生很踊跃都听了参与度很高了，我们就嗨起来了这个时候要阿弥陀佛，嗨也是烦恼哦，或者好像他们的反应不是很热烈的。你有点沮丧感，要马上调回中道不能过，也不能不急，都不能偏，慢慢练，慢慢练的，我们就不容易受境界影响了。尤其是常常念佛稍微有影响力，佛号一提起来，佛号就是我们的真心。你念佛的时候一句接着一句恳切的念呢，就是因无所住了，因为妄想进不来。你要一生这接一生呢，就是俄生其心了。哦，所以这个行住坐卧、穿衣吃饭都能念佛，就保持你是比较跟无住相应，不能完全弃入但是是跟它慢慢相应了。这个时候，你平常都有念佛突然你要讲课了，缘来了，你要讲话了，你要做事了，你就很容易升起真心来。好，那做事也是，老和尚教的，都要跟五行相应都要跟经教相应，那做事也是念佛了。好。
啊，谢谢静坤啊，也感谢静坤的信任啊，梦中的事情都告诉我啊，哎，包含他心里的活动都告诉我，啊，这样我们好探讨，哎，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师傅，阿弥陀佛。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刚刚这个回向文啊，我们念的时候，随文入观哦，那个回向最重要的扩宽心量，我们心量也跟着扩宽这个一切都要从真实心中做，连念回向都不能变成形式了，那就着相了啊。着相就有所住了都要真心去做真心要把它变成习惯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